这一波疫情啊，何时能过？也是很期待的，虔诚的祈求着，能人人用虔诚的心，用行动啊，启动灾劫，帮助这一波的疫情，让它快快的过去。当然，需要的众生，人类要从口，每一天坐在那样的小空间，我跟线上的人在分享，绝对不会忘记，拿起了那一张一个大大的嘴巴，上面写的是数字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一秒钟2443只的动物，这样吞进了这一张大嘴巴去。一秒钟哦，那一天呢？一天是2亿1000多，好像常听师父在说这样的话，有没有听放在心里去思考这一些数字跟这一张大嘴巴跟我们有关吗？有。跟这一波有关吗？有。的确肯定是有，因为呢，病从口入，这非一朝一夕的事情，这是已经累积了长时间啦，一天2亿多的杀杀杀杀，每一只每一条灵魂已经累积了多少幽灵啊，在呐喊着那一种怨恨报，这样不要不相信他，这种累积起来长时间，佛经里面呐、说劫，劫就是时间，时间是真长的时间去累积，这劫波、劫难，很长的时间累积起来呢，已经呢终生功业，就要灾难不断，就会有许许多多灾难呐、会越来越强烈。这一波疫情，我们要合掌说感恩呐、这个感恩是平安呐、平安。那我们为什么能平安？我们因为呢，时时都在闻法，也时时呢有自我警惕，那也是合掌仰天呐、忏悔啊，忏悔。尽管
不是很多的人能觉醒忏悔，只要有人开始呼唤了声音，虔诚的声音，那不断不断呢喃的呼唤的，总是虔诚的心念上达诸佛菩萨听了。我们天天不也都是在祈祷吗？上达诸佛听，上达诸天听啊，那是一片的城。这样的诚意的祈祷，祈祷说说就好吗？也没有用。表达虔诚，这样身体力行。看到了，因为疫情的连带的生态，很多工商业呢停了。无数量的家庭断粮断炊，好几个国家都看见了这为疫情发生了很多人间的悲戚，看见更多苦难人间。人间，我们啊，反观自己，是这么的有福，实在哈、哦，真是不简单呐、啊。我们呢，要为自己知福，要满足，满足的人才懂得感恩，懂得感恩的人。就要付出，所以两千零十一年，那一年的五月二五，我跟大家提起了全球的粮食涨价了，而且呢，粮食欠收了，饥饿的人多了。现在人间缺粮缺食，大家能不能呢不需要吃到十分饱，其实八分饱是最健康好啦，两分来去救人，所以八分饱两分救人好，这样的口号呢也有一阵子大家都会朗朗上口。今年的今天要跟大家说，这个时候在非洲跟印度人在饥饿了，又加上了蝗虫，所以这都是大自然的景观，大自然的灾变。我们在这样平安的地方的时间，我们要及时及时提高警戒，艰苦要赶快为自己感恩，地火，地火的人呢，我们要及时付出爱心，唯有爱呢，才有富。其实我是天天在说，只是这一波呢，大灾教育，让我天天呐、啊、都可以听到，我感恩，
都可以说有人响应，我更感恩，期待这一波呢会更多人在迷中觉悟起来，发挥爱心，那有爱天下就平安，这一波呢就会快速的平安啦，希望大家人爱共同一心，唯有心力啦，人力呢是无法挡，心虔诚的力量才是力量，这是这一波的良方妙药。